嘟嘟现在球数我是领先，这个球结果直击了投手，弹到了三垒方向，徒手接起来传一垒，来不及了 ，safe。哇，这个球我是直接打中了潘威伦啊，一个弹跳打中了嘟嘟啊，弹到三垒方向，三垒手在接球啊，传一垒已经来不及了。那三垒上的跑者回来得分，这是一个内野的强袭安打，2-0。哇，这个时候我们看到防护员也上场去看一下嘟嘟的一个状况啊，